立冬代表着冬季来了，对北半球来说，这大约是一段寒意渐进未尽的时候。借由此前夏秋留在地表的余热，立冬时节早已默默储备，充盈了足够的生命力与能量。如此，哪怕冬的光景不似其他季节那般温雅，便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经历了春生、夏长、秋收的自然万物，生命将在整个冬季从容地享受停歇，享受拥有，充足准备下一年的朝夕轮转。而时光赋予立冬的闭藏，绝不是休止。与土纳间渐次生长，余生息间真正绵延。无论有没有冰天和雪地，生命的存续都将不同寻常。始终饱含希望，不曾转身，也不曾放手。万物收藏，万物生长，是一个结束，也是一个开始。彼时彼刻与此时此刻的不同记忆，都将存于不同的生命体之中。时间才是生命真正的容器。